2018年海外华裔青年英语服务营报名开跑喽！透过这次夏令营，能够跟这些可爱又活泼的小孩子一起互动，我觉得很开心。由侨务委员会与教育部、客家委员会、原住民委员会、NGO 文教组织共同主办的海外华裔青年英语服务营，今年即将迈入第13年。这些返乡的青年伙伴，在经过一周的教育训练后，将前往台湾偏乡及离岛地区国中小学担任教学工作。在为期一个月的教学过程活动中，可以让台湾学童减少城乡落差，不但为他们提供有趣的教育环境，帮助孩子快乐学习外，海外华裔青年更可以借此次行程体验到台湾丰富多元的在地文化及习俗，除了能更认识这片美丽的宝岛外，进而带回侨居地相互学习交流，落实创新侨教服务的具体目标。我觉得这边的小朋友都很活泼，然后很有热情，然后我们这边外国人来，他们也很欢迎我们。如果你想要借着这个海内外连线的机缘，给这些孩子一双翅膀，一个梦想，让他们有机会能飞到海外去开阔他们的世界，今年暑假欢迎你们一起来加入海外华裔青年英语服务营志工服务的团队。活动报名时间自2月1日起至2月28日，名额有限，请尽早报名。报名海外华裔青年英语服务营，请洽中华民国各驻外管处及侨务委员会华侨文教服务中心，网址 www.aidsumner.net。 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